费玉清晰二十一身家风脉，于田和一航早该退了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小哥费玉清宣布2019年办完巡演后就封麦退休，投下震撼弹。身为秀场老友的贺一航跟于田异口同声表示：“我觉得他还应该退休，应该疯了，他还想干嘛呢？他还捞不够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疯了。”没有，真的，这个年纪到，大概就想说，应该要在自己一个最高潮的时候画下一个句点，完美的句点就好。原来小哥身家推估超过20亿，热衷投资房地产，传闻忠孝东路1段到7段都有房产，被封为演艺圈的地产王。赚那么多钱了，还要赚干嘛？他身体觉得还好吧？他之前有一次唱到这个嗓子倒嗓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也是开过刀的。我觉得他已经钱都够了。不用在上面辛苦。听说在上海、北京都有好多房子，台湾房子更多，靠那些收租就够了，不用唱了。